快看，这是怎么画的？下面就教你。笔，先画金鱼，一笔点背，两笔点头，画嘴，浓墨点眼眶，背齐，鱼腮，腹部，胸齐，腹齐，尾部要飘逸，但墨有穿插，要有尾尖，鱼鳞弧线勾，用笔放松，勾其脉，尾部其脉要流畅，有疏密切放松，点眼珠，画眼眶，再来点花瓣，与头呼应。第二，重点来了，准备一盆清水，搅动起来，滴新鲜的墨汁，转动出好看的花纹，时机成熟将鱼放进去，放的时候要注意鱼头放在没花纹的位置，快速拿出来，下一步用吹风机吹干，一起来看下最后效果怎么样，漂亮吧？最后一个重点，只是生宣纸，赶紧点赞收藏试试吧。